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已经到了娱乐盛典的现场啊，准备这个上台领奖啊，待会儿见。最佳娱乐公会，小象娱乐，马上上台了，现在准备去。老师，请问一下，马上上台领奖了，请问你现在心情是怎么样的？慌呀。慌，可以可以，有准备台词吗？没准备，记性不太好，准备了记不住。2019年度十大巅峰主播，芜湖大司马。祝贺大司马！现场他的水友们已经开始为他欢呼尖叫了，恭喜你！荧幕打开，我们欢迎您带着荣光。登上舞台，我拿到奖杯了。年度这个十大巅峰主播啊，第一次拿这奖很重，今天很开心，也很荣幸能够拿到这个奖啊，也不早了，准备吃点东西，好好补偿一下自己啊，各位，我先去了。